发至网讯无中国秦末筹留黄金。9月10日上午11时30分，载有来自安徽70名新战友的列车缓缓驶进北京南站。武警北京总队某部迎来了今年的首批新兵。据了解，在这批新兵中，有50%以上是大学在读生或应届毕业生。接下来的几天，该部还将陆续迎来贵州、辽宁、山东、山西等省的400余名新兵。